你不是给了玉明叶一份礼物吗？那我的呢？我给他，那是因为他……因为什么？他的生辰也是我的生辰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 我刚刚就应该直接开口跟严灵尊要那个碧水青天瓶。严灵尊已经将那个碧水青天瓶给我了，那不是应该给我吗？严灵尊是因为我解决了心中的大事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告诉了你事情的缘由，你能解决的这么顺利？既然你想要那个瓶子，那么你就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，这样我才有可能将它给你。 我想要自然有我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也想要礼物。啊？什么礼物啊？你不是给了玉明叶一份礼物吗？那我的呢？我给他，那是因为他……因为什么？他的生辰也是我的生辰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 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况且怎么没有人提起过呢？你身为圣子殿下，那不是应该有很多人给你祝寿送礼吗？这你别管。总之现在你知道了，那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？我送。如果你能将考进军武学院当做送给我的生辰礼物。 君临渊，你也太狡猾了吧！反正我是为了碧水青天瓶才考的，才不是因为……他怎么了？魔尊交给少主的事情，少主没完成，回来受了罚，刚吃完药睡着了。他有没有带回来一本曲谱？ 算了，他是我的，做梦你也不准想。 不准帮他擦。